这边有个单游，那我们就再看看玩法吧。一开始就是训练猛攻、矿攻，然后清楚矿攻可以控制他们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可以训练棒手。他们会帮你们打架吗？所以你要取的黄金就是矿工。好，这边可以开始攻击对手了。是猫战的玩法吗？那没钱就是继续矿工。那这样子就通关咯。那等矿工有钱之后就可以一直弄。你看你现在又有125嘛，我们当然是先升神最少的那个。那这两名矿工去哪里？他们主炮快爆了。哦，赢了赢了！他其实他自己也有叫矿工哎，就是矿工没有攻击能力。哦，而且也可以切防御模式哦。那这就攻略教学喽。那你看，我们就解锁弓箭兵。你看这边有点像他的全图鉴啊，也可以去下一关。那这关弓箭手要300块，哎呦，这样我们就更有钱了。他们也会主动发动啊，这是什么？反正我们就是建造监视出来。我的监视怎么没有出来？奇怪，我们的监视怎么没有出来？全都打，全都打，一起。应该是我没有切攻击模式啊、，sorry。所以刚刚要切攻击模式，可以把这件事叫出来。所以弓箭兵是防御模式哦。傻眼。好吧，一直在说哟。你看你的珠宝在哪里？有一些道具。sorry， 这边用弓箭兵。弓箭兵不能出来耶！弓箭兵整到防御模式才可以出来啊！你骗我，哪有？这就可以出来。OK。